前面六里桥，就在六里桥，六里桥的桥。 桥，人就叫六里桥。北京骑车、骑自行车，太爽了啊！都是坡，就来这边练吧，练10天半个月你就练出来了，10天半个月差不多。 六里桥，中铁站，现在是一路向东啊。
骑车呀，你就找骑马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得把身体活动开了，然后那状态才能出来，是吧？ 坐骑爬上来。
上坡得耗费你大量的体力。看了吗？这还没到顶呢。安门桥，有过之后我热，看我又一个。